来，吴先生，啊，这个锁头本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转，可以转哈。按、啊，你转到哪里？注意看，它是中西南北都可以，啊，十字嘛。啊，十字哦，拢有哈，东西南北拢会使右手行，我安尼买使右。哎呀，看哈，安尼买使右，所以它是东西南北都可以。啊，我们第一次先转松之后，啊，这个两边都可以。啊，安尼，你头一届做大来个钱入去哦，因为这有口气，你知道，头一届落袂入去，你较大安尼个落入去了，头一届过就好啊，来转，开始转，转到你感觉安的所在。啊，准到感觉安尼所在，安尼上安，安尼就会使右过啊。好，右伫个东西南北，安尼伊就定袂落啊，有无？吼，啊，那个防夹、防剪，了解无？啊，要偷开的时阵，就是准落开。吼，啊，这角度你啊，家己去闪，因为每一个所在拢无同款。吼，你若这边袂使，我闪这边，安尼了解无？吼，安尼知无？我安尼说。吼，这个是你要自己去灵活。吼，两边转，吼，看要转哪里。吼，还是说？好，这样子也可以。好，了解吗？这个锁在这里，还是这个锁到底下，还是这个锁在这一边？那、啊、你看你的脚踏车，好的位置，这个地方锁钥匙能不能放进去？好，啊、就这样转紧，好，它、啊、就可以拉起来，了解吗？好 ，OK。